5月12日，月华娱乐5人现身于金浦机场，大量粉丝前往，场面十分壮观。现场粉丝为了提前给黄新纯庆生，早早来到机场进行布置，更是在黄新纯出现时整齐地喊着口号，展现超高人气。黄新纯生日快乐！国防全媒韩国报道。